且歌后林忆莲近年来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，社群账号可是长达两年没有更新，让不少歌迷相当好奇她的动向。而近日她的账号无预警更新一则贴文，原来是经纪公司透过林忆莲的脸书透露，近日出现了一个假账号 Sandy 恋林忆莲 Fans Chat， 多次冒充 Sandy 及其经纪团队与各位互动，这种行为实在不能容忍。公司也强调，我们从不曾亦不会主动向任何账号发送私人讯息，或在公开留言中邀请大家加入来讨论。我们已经检举了这个假账号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帮助。而等待许久的粉丝们看到林忆莲账号无预警发文，纷纷激动表示：“不如你顺便讲下忆莲的动向，这是我们最关心的。期待 Sandy 公开复出的时候，好想林忆莲啊。”Thank you.